你看我的，啵啵啵。还会别的不？坐。看你们。哎呀，是不是？还会别的不？嗯。握手。握手。好。哎呀。我在训练的，你知道不？你还以后让他站着走道。你还有这本事呢？握手。看你们，好狗。坐。坐，看你，哥几点来？他现在出发了。那咱们现在出去买菜。嗯，你就别去了，在家待着吧。爸，我们走了。不用拿车呀，媳妇儿。不用。那拿怪沉的。咱俩能拿。过节了，菜市场人还挺多呢。都出来买菜了。咱们买点啥，媳妇儿？想买点刀鱼，做个煎刀鱼，然后再买点虾，整整。然后咱们从济州岛买的那个黑猪肉啊，也糊上呗。那冻着呢。没事儿，过节了多吃两个菜呀。嗯。这有刀鱼，媳妇儿。买一盆。这一盘欠了，就这样。我家大胖在这排队买奶茶呢，说等我大舅哥，他们也到地铁站了。哦，爸，你下来吧，我在广场那边呢。新年好，哥。新年好。新年好。新年好。哎呀，快回家了是吧？爸知道哥来是吧？嗯。我家这密码又暴露了。上次我将天安那个密码都暴露了，我们改的密码呀。这层楼还有我们那个网友呢。爸，啊，回来了，还哥买这么多东西。看这客人来了，高兴了呗。这给我封了一下午呢。妹子，他自个儿就回屋了。怎么的？你是韩国品种呗？那得说韩国话呀。中国话也听得懂。啊，你挺厉害呀、啊。两种语言精通。嗯，是吧？这小尾巴摇的。是吧？我给放门里，走，我搁那。嗯。我先做饭吧，我岳母还没下班回来呢。那我得赶紧做饭了。我今天还上班呢。他也上班。黑猪肉。给它糊上，够吃不？这些够了，还有别的菜呢。我妈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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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还不喜欢，这不挺喜欢的吗？你女婿今天晚上要烀猪肉了，烀猪肉啊？嗯，烀猪肉是放大酱吗？嗯，搁就搁大酱吃的。这个？那个啊，干吧，这个。哎，就用这个得了。还能白虾呢？吃这白虾干啥呀？放点大酱，用放酱油不？不用放。啊，就大酱就行。啊，搁葱。葱姜。哦，洋葱。嗯，好嘞。嗯，一点那些，咱们呢？需要求。嗯。再有几天他就回国了。嗯。多好，有给了干啥？有给了，羡慕啊！你啥时候回去吧？我现在回不去啊，三月份吧。三月份我妈回去不？三月份我忙吧。我没干嘛呢？那你不得回家一趟啊？应该打不先干打开去嘛，都。我岳母也出来上厨房帮忙来了。明天上班吗？上班。我媳妇儿在这边给我备菜呢，等会儿的我拌一个干豆腐凉菜。之前有好多朋友问我拌干豆腐咋拌呢，然后今天在这里献丑了啊，就家常做法，告诉大家怎么做。干豆腐切丝儿，然后放点葱花，再放点这个切好的黄瓜条，再加上蒜。再少放点精盐、白糖、味素、酱油，吃吃醋，放点吧。喜欢吃香油的时候，
也可以往里边放点，最主要是炸好这个辣椒油，然后一拌，看这一拌颜色多好看，是不是、啊？嗯。然后尝一下咸蛋，嗯，不错。然后再装盘，看着有没有食欲？老下饭了。哎呀，正好都能放下去，媳妇。这锅大呀。猪肉也好了，我这鱼也好了吧？好了。哇！哎呦我去，这色香味俱全呢。这鱼都得老酥了。我妈要切猪肉了。哎妈呀，这肉这么肥吗？挺肥呀。他说你们愿意吃，然后从济州岛回来的时候特意买的猪肉。嗯。煎的金黄的，多有食欲啊！煎透了，这属于炸了，不是煎了。我刚想说，今天元旦咱们就吃这些菜够了。够了。这都够丰盛的了，是吧？辣白菜切的呀。上菜了，这鱼老酥了。切完了吗？辣白菜得切一下。包那个辣白菜是蛮好吃的，这个。所以特意糊的肉吗？嗯。这能看见黑猪毛啊？那黑猪肉当然是黑猪毛了，那能叫黑猪肉吗？达人呢？哥不在乎是吧？没事儿，这个。用剪子剪了吗？嗯，剪子剪。包肉吃正好了。吃饭吧，吃饭哥。一共五个菜，再凑一个，整六个。这下好看了吧？过节了，那先一起庆祝一下呀。那你们把碗拿起来碰一下呀。这不有饮料吗？我喝一点。来，多大事儿啊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尝尝五花肉。肉老香了，那个。看谁炸的呀？嗯。是吧？嗯。那宽的不行，我下不了嘴。这窄的这个行。这个连刺儿都能吃上。嗯。这大的好像不知道。嗯。哥，你尝这个。嗯。黑猪肉。那干的得了。哥去过济州岛吗？去过，吃过呢。啊。啥时候去的？我们单位以前组织去的嘛。行啊。大哥，嗯，你办事儿，那个就是管理级别的，就去了都领着去了吗？见笑了啊！哎呀妈呀，他这那人当着咱们那个小老板是吧？真熟过这个，跟我妈亲呢，嗯，真熟。你说这一年过得多快啊？嗯，这一年过得真快。好像就上学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可慢了，下社会之后老快，真老快，快到是该到到，转眼三十多了，嗯，再转眼就四十多了。那小狗又上我腿下面来了。家里的饭菜简简单单的过元旦，嗯，不知道我爸我妈他们吃啥呀，是吧？地饺子。现在我们准备吃饭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